这个先放这样。我视讯怎么感觉一条一条？这个啊，我自己的声音可以。抛个文。这应该蛮准时的，至少在我看来，我照明弹三个陷阱，这样其实两费手下没有很多，两费手下其实都没有很优质，因为都是一些两攻的憨儿，不过三费还不错，四费教派可以让我抽很多牌，理论上，然后只有 A O E， 然后。这边大怪其实都不错，没有之王者，没有之王者还蛮可惜的，或者也没有鹰角弓，然后来做秘密的 combo。好，开始吧。话说，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，那个。哥哥打弟弟的新卡，雷克萨腿伤，雷克萨，蓄魔族开始了，我会猎杀你。巨魔族有点憨呐、，Overload 还有风怒，可以？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请不要这样对我 ！No。没有两费手下的梦噩梦，我、还有一次机会抽到一个两费的憨东西。哇，不是吧？应该用狼骑冲对哦。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刀剑。这跟一个火球打我脸上意思一样，可应该不止一个火球，它应该会造成八点伤害。哇，请不要！哇哈哈哈，太残暴了。可以，他会用那个跟我换吗？应该不会，他应该全部打我脸。哇，不是吧？这要怎么玩啊？我嘲讽不多啊，对面比我快很多很多，这牌也有点莫名其妙，我觉得已经输了。哇，他竟然解掉我这张，
照明弹，动物伙伴，来我身边，这不可能有用啊！谢谢，玩的不错。对面牌为什么这么好？没有道理啊！谢谢，超顺曲线。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你连照明弹都有？超靠腰的。没有两费生物，就是马上爆炸了。爆炸！对面天梯自主牌。整个顺到不行啊！一费有手下，两费有手下，三费有手下，四费有手下，然后就爆炸了。雷克萨对上瓦利拉，你要小心一点。狩猎开始了。主要问题还是这一副太慢了，我觉得。那些两费手下其实都不是很好。他如果敢铺场的话，我就放狗。不知道可能有被刺，剔骨。OK。哦，继续打我脸。完工了。我可以。第六轮的时候，第五轮的时候用钱币出那个刀疤长中草原师，可是那样被闷棍的话就会非常糟糕，所以我宁愿就是下一轮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就第 T 四的时候不知道要做什么，然后 T 三用这个抢一些 tempo， 看一下对面不知道在干嘛，超奇怪。然后我现在要想办法防背叛。我想想，他们猎人顺简直顺到不行。除了瞎子，哇，坦斯低。要不要 pass 吧？他们不会知道是被谁杀死。哦，对，我有这个 combo 哎、欸，硬帮阴阳对手加两只狗的 combo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谁杀死的。哈？当真？你好啊，旅行者。说要坦巴迪解药这只，这家伙交给我。这个是六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杀死的。你们闷棍啊！这投降的意思吗？
哦，好想打这个 combo 哦！哦，背叛啊？玩得不错。这家伙交给我了。其最大伤害应该是这样，不过想做雷炸鸡，所以。OK， 一胜一败，这一副就叫他炸鸡双放狗，胜一败。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？狩猎开始，猎杀你！我有个两费手下就应该感到开心了。盗名单扣着来解他的秘密。这唯一一张击杀命令。大家都搞这一套啊！跟你换啦！哦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狙击。很好，三四五六 ，OK， 把白熊拿给我，完工了。虽然我其实可以出土狼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他会很被进这个地精发明家诱惑。没有被诱惑。这样有蛮多不同事可以做。我觉得破圣盾应该比较好。出一张五五。其实可以考虑出这个，可是这个会被这个爽换。嗯哼。OK。所以现在我这只被炼鹰击也没有关系。比他少八滴。等一下可以做蛮多 combo， 他应该不会理这一只。重点是他要，他要理这一只。OK， 暴风城，那应该是这个加上这个。哦，致命射击。现在问题是，我要不要出这个秘密？或是做成两造做两点伤害。
我先出这个秘密哈，这样可以一方面保护我的保护我的食腐土狼，然后一方面他如果下一个不会移动的话，哇，当我没讲。来扯秘密。血统，来这里。准备好了，长官。然后会打我脸。这应该这一副应该算是后期的，我这一副应该算是比较偏后期的控制猎吧。他觉得不是冰冻陷阱，他手上应该有放弓，至少我猜。软龙，所以他这次会变成43。他现在有带法伤，所以我要稍微注意一下。OK， 他牌现在比我多，其实还蛮瞎的。上阵了。这样可以防爆裂射击。现在这边十费的时候是11点伤害，所以下一轮只要这两只活着的话，基本上应该会赢。他要清这只比较容易的方法是致命射击，所以代表他要先清掉，有办法清掉这两只。可以。GG 思密达 GG 没有。如果出这个，对面是3，所以这放狗也是造成3点伤害。让我想想，不过无论如何应该要出炸鸡啊，因为我现在有这个放狗的 combo。时间到了，咱们动工吧。这里是多少？15。OK。时间到了。这样不会被 TC30搞爆。然后手上这一握的是10点伤害，配上英雄能力。你前提是我狗狗要活着，你不能指它。阴兵元素。然后英雄能力，可以。玩的不错。玩的不错。再算一次，这边是3，这是5，然后这边是13。对。如果你坚持，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。OK。所以他刚就算解掉我的这个狗狗的话，我也不会输。看起来是解掉狗狗的话，伤害应该是刚好，因为刚刚多打2滴嘛。OK， 2胜。第一个遇到的
有点太瞎。第一个遇到感觉是，感觉是九胜以上的等级。雷克萨对上安杜因 ，C N Jennifer， 狩猎开始了，全部换掉。哇，又没有。又没有两费的手下，我也希望就是他也卡手，或者他觉得治疗自己其实也不错。那没有，这应该是黑暗教徒。要怎么玩呢、啊？所以应该是四费的时候裸下教派。哇！No！ 这个我受不了啊，太重口味啦！所以它变成一个37，所以我基本上需要致命手机。其实这也可以，哇、哦，老天啊，要爆炸啦！那怎么一直遇到这种奇怪的状况？为什么不给我44嘞？这什么怪东西？他应该会撞进然后换。哇，受不了啦！受不了啦！受不了啦！上 buff 回血，加入我死亡，准备上路，死亡后加入，尝尝我的刀剑，这怎么赢啊？OK， 这是最烂的。42，又是一色啦。超靠配，又是一色啦！秋莲有两倍牌，还不错多哦。为了国王，冰冰。准备好了，长官。
四五，神圣星矢，所以差一点可以把我搞掉，然后选择不这么做。其实我还活着，理论上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杀死的。只是排差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啊。安安阿鲁帕卡阿鲁帕卡 TW， 哎呀，感觉就要 GG 啦，前期卡手，后面就爆炸了。为什么对手的牌都是这么的顺呢？这一副后手会好很多。因为后手可以第二轮出一个三费手下，第三轮出一个三费手下。雷克萨，对上乌瑟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狩猎。可以后手。哇，他全换，所以代表他牌可能没有那么好。可能这个有红点点的时候出来动画好像是随机。我看过一个白色蜘蛛出来的动画，当是蝙蝠。安安你好，你好啊！哇，一开始就开始烧线流吗？既然有这个取有这个本钱，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尝试，这样会有效的阻止他翻援军。想要炸些东西吧！哈哈！他没有钱币，他这一轮不能奉献。剑无虚发。可以，剑无虚发。还跟我换吗？应该会吧，不然我就放狗放死他。来我身边。哇，这个不大好。等于说让他用这两只爽换这一只，其他两个都还好。虽然这样是 rush 掉他很多血量，可是不赚的。这样我还不如放狗，可放狗的话，放狗也不大好。刚搞不好太贪心了。雪人。No。这两个留着 combo。
哇！我猜他有奉献呢。万物妖王，向前推进。所以我现在 T6 也有事情做。勇者祝福。前来报道。这样看起来是要放狗了。各种被莫名其妙的东西搞啊！这血人太关键了。我现在落后，所以我可能需要照明弹来帮我摧毁秘密，因为他如果再下更多秘密的话。他有在下光荣牺牲或是报复的话，真的会受 不大受得了。然后我需要一些法术来逆转，他全部冲我脸是9滴，所以会只剩很少血量。银月长将有他有点 all in， 他应该先抽牌啊，然后没有要换的话，7滴啊，说错。冰冻陷阱，我砸你死！这莫名其妙啊，这样也不会赢啊！哇，直接直落山啊，没有直落山。对啊，GG啊。就算这个是，打得漂亮，我认输，残破不堪啊，前面太贪心了，牌组截图没两费生物，最后打十胜，我想那应该是在 next， 在纳克萨瓦斯出来之前。比较有可能发生。哦、，sorry， 撞到麦，这可能会穷死啊！哦，50块，可能昨天选的牌都不大靠谱，整个断线。末日灾厄，哦，我的，这个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这里会？超级大断线啊！网络应该是好的啊。What？ 我才刚登入哎。莫名其妙。这现在上完速率是零哎，发到底发生什么事 ？Twitch 爆炸了吗 ？Twitch 是爆炸。
重开一下。感觉是 Twitch 爆炸、啊，因为我现在也没有连上。这到底是？到底是我重开一下 OBS。